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my， 新年好啊！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个马上要上市的 Kelowna Downtown 高档湖景公寓 Ella。Ella 完工于2020年，建商是本地的 Mission Group， 一共20层，其中呢2楼是 Guest Parking， 3到5楼是 Residence Parking， 停车位都十分的充裕，还配有 EV 充电桩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单元是 Ella 最好的户型之一，位于19楼。那大家看到这个单元呢，是正南面的朝向，采光非常的好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大家永远都看不厌的非常棒的湖景。在单元里面呢，并没有开任何的灯，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亮，所以说这也就是住在正南面的这样一个采光方面的优点，大家还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湖景。客厅呢，这个层高是9尺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厨房。厨房的这个 counter 呢，是带有 waterfall edge 的这个 feature， 一整面。整个的设计呢，也是比较的简约大方的。像大家这边看到冰箱的话，也都是 built in。洗碗机呢也是这样，这边的话呢是有 double sink。 厨房这边的话呢，它也是设计的比较好，有大排量的这个抽油烟机，还有一个5个灶眼的 gas stove。 橱柜当然是妥妥的 soft close。 这边呢是采用了5把手的按压的设计，这个微波炉、烤箱呢，都做成了内嵌式的。单元的又一亮点就是 split bedrooms， 卧室和客厅的朝向一样，每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很好的景色。客位的洗漱台面用的也是石英，配备可以泡澡的浴池。主卧方正，面积充裕。那每天早晨一醒来呢，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湖光山色，会不会让这一天都充满动力呢？主卫配有无框玻璃淋浴 floor to ceiling 的瓷砖。这个单元还有一个尺寸不错的露台，天然气 hook up， 夏天在这里烤个烧烤，品品美酒美景，岂不乐哉？那 laundry 呢也是横向摆放了，上面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countertop， 大家在叠衣服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。进门口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先进的 security system， 在 condo 中呢并不多见，大家可以有 camera 看到 parking entrance， 比如这边 lobby 门口，还有 parking 的外面。大厅的布置非常的温馨舒适，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 Ella 还配备了一个 concierge。 大楼进门口还设有储物箱，像我们国内的蜂巢，存取快递都十分方便。 Ella 位于 Kelowna Downtown 的心脏地带，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是不用多说，这个单元即将上市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约我看房哦。